咁啊，嚟试下呢个 DLC 啦。琴日玩完，我以为好难啊，咁啊睇咗下攻略，咁啊要去玩呢、這个混沌难度 Chaos 嘅，咁啊睇睇先。哦，其实佢要强迫人哋去玩呢、這个，我唔系咁中意呢种思路啊。遺物，我真的不太喜歡，說真的。他聽說他說是可以穿那件衣服，是吧？冇啊，有 Q 啊，等你个肺。大师能力啊，但系唔系太多职业啦，我觉得。我睇睇呢个啊，玩一盘算啦，太多啦。喺老飞恩人嘅记录中系不存在呢栋建筑，睇过。Chaos， 型啊个 DLC。お前たちはここで死に、俺は永久に生き続ける。俺の作った無限の流れの中で、すべての因果を。俺の混沌を払ってみせろ。お前たちの光で。うわ。弾跳。我要用杰克。加兰德。面白い。う？う？我咪无敌噶，我咪无敌噶，哇哇！乜仲唔死今次？哇哇哇！冇死啊，冇死啊！哇哇，我唔使死喎！啊你乜你仲唔死？我唔死。哇你妈你仲唔死啊呀你妈仲唔死哇死啊你啊呀哇正正哇哇哇正你妈神圣庇佑哇哇哇你妈啾啾啾啾啾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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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惊我唔死，哇哇哇，咁劲噶，哇唔唔唔唔唔唔唔，哇咁劲噶咧，死啊你光之战士啦，光之战士啦，光之战士啦，哇走走走先，唉，成日都惯咗。啾啾啾！死啊你！喂，你仲死你？你阿妈！
この程度の光では。異物の気配がするな。巴哈姆特原来不是一只龙，它不是一条龙，它是一条虫。圣骑士啊，唔通佢转职圣骑士？转职圣骑士先，无敌噶喎！我依家我觉得我系转职圣骑士先，圣骑士转职下先，转下职先，我得一套啊，唔该。哇，两百级超劲！帝王之盾、徽章盾，狮心王之剑，哇，好型啊！巨剑、究极剑，好似差唔多样。哇，咁多伤嘅。两百级就呢个系嘛？我睇住你攻略噶，阿二 set P， 试下先。灵魂解放，哦，咁好噶，圣骑士，斗气人，光之臂啊，高空。乜春嚟噶？光之臂啊！睇睇先。就咁啦。啊，鼓励唔到喎。喺杰克眼中，呢度光太过孱弱，不依靠由于杰克。追求炫目的可能性之光，愤怒故愤怒得浑身颤抖，而在这个时候察觉到新的存在，异乡人如果新的存在会妨碍到自己，加以排除。等人，你有等人得一个人的吗？你有其他人的吗？这个男人经历过多次死亡，时光中轮回，最终堕落为再创生之力的混沌之神制定的计划，更强大的光就好像朋友曾经引导自己那样，斩断一切因果的光，这样。哦，这个逻辑啊，可以啊，我挺buy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出来的？你们不是死了的吗？咁啊！我而家咁劲，
点解开唔到，开启唔到特殊能力？我而家我见人哋开到特殊能力嘅喂，轮回战士，我梗系妙狂战士啦，练下其他啦，梗系红魔导师好劲啊！红魔导师，石红魔导师啦，咁就。红魔导师，圣女盾啦，唔该，请过。啊，好多啊，呢个见到都晕。贤者有乜春嚟噶？丑样到。哇！佢有冇得默认系契合度先衰喎？到亂曬啦！頂唔順啊！呢啲我見到呢啲難頂，快速草帽咁犀利。喂，整個紅魔導士嘅喂，頂你個肺！仲差个快速草木，缩短攻击所需，诶、可以喎。哦，跟住你就等于可以一次带四个职业咁啊。哦，有啲明解。下呢？下呢？下下。走。喂，啲音乐可以喎。哇！依、這个就系巴哈姆特。佢唔可以开启无限咩嘅咩？我もお前に興味津々だ。まずは何者だ？協力者？俺たちの仲間になりたいのか？新嘅力量，無限混沌。点解佢啲老友复活晒嘅？勇气と力の証って何かしら？新たな力か。全身嘅靓就全身嘅混沌，系嘛？全 DLC 吓，冇噶啦吓。吓？啊哈！吓，分业功能，龙王嘅考验，变换锁，睇睇先，睇下个功能点讲先啦。点解我攞唔到个光之战士嘅？点解我攞唔到个光之头盔嘅？喂，但系我
冇依一个咩光之头盔喎。依家问题我冇嗰个咩光之头盔喎。冇啊，点解你有嘅？我点解得勇士大衣噶喂？我没有关系，但是它实用性好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装备光战一套，开启这个任务。由于这个任务的主旨就是暴走光战，所以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啊，象征着我们 Jack 的生生轮回。那么教我们光战做人过后，会获得我们勇气一套，它的也是骑士四百的一个 CP 加成。没有头盔比较丑。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龙之洞窟去找我们的巴哈姆特对话。接下来巴哈姆特傲娇的给予我们一个任务，提供30个龙之闺蜜，不对，龙之秘宝，自然就会想到我们的纯白岭峰这张地图，它的支线被瘴气笼罩之人，我们主哦，呢度开啊，我跟住要去拆哦。啊，啲歌係幾好聽喎。跟住係佢拆係嘛？睇你講係佢拆先，去邊度拆？純白靈風啊！边度啊？纯白灵风有 Q 啊！闺蜜不对，龙之蜜。过往幻影啊，搵个过往幻影出嚟先。有 Q 过去哦，叫过去的幻影钉。纯白岭峰这张地图，它的支线被瘴气笼罩之人，我们最可爱的 Marble 之后用到特殊模式，这个模式我冇一个支线哦。混沌骑士状态，所以配合我们的刀枪不入，也就是去远程无敌。如果没有刀，要喺主线嘅地灵洞骨啊，你阿妈。枪不入的话，你是会死的。壁之回忆啊，哦 ，B 站手壁之回忆，顶要喺度拆啊！唉，好烦！唉，打多个主线就算啦，我打多个主线，今晚先翻嚟睇就出去。主线系咩啊？诶、欸，正我呢、這个。任务等级直接拉到最高，把我们获得的所有灵魂结晶一并用掉，别问，直接拉满，拉到400级，接着拉我们巴哈姆特的。拿到等级为6，当然特殊模式有些奖励是会获得的，拉不拉无所谓。接下来换上我们的赤魔岛，由于马尔基数一直用火焰山对我们，别什么卖灵魂爆破，就会被晒起的。我们的图一极高，那不是我们的速度，我们一下去就能把它给你，那你得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那你不能从那上面，那图灵魂爆破，那上面都变成速度，别乱，上面说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开，我骂死。我含着直接和对话，直到对话戳他的手。打完这个任务，获得了30个龙之秘宝，接着和巴哈姆特对话，直到对话戳他的 solo 图，还是开启我们的特殊模式，教育我们的巴哈姆特。打完他过后。
中国点打？我而家咁睇佢咁打，我都唔知点先可以打喎。我点样可以攞啲龙之秘宝啊？我唔好明喎，呢个可能好长添啊。不如我去打巴哈姆特试下先，系嘛？我唔好明啊，呢个印度，我觉得呢个印度好怪啊，好似都唔知喺度打紧乜，系嘛？哦，仲要唔同音乐噶？啊哈！啊哈！哦。哦，咁样样噶，哦，哦，吓，吓，搞啲咁嘅嘢啊！我唔好明喎，即係强调要你叉叉叉㗎喇喎。我唔搞啲先，我真係唔識喎呢啲係。我點樣可以開 Carols 呢？我而家諗緊呢樣嘢呀。哦，特殊模式可以撳三角開特殊模式啊。啊哈。唔俾我开喎，呢度又俾人开嘅，又俾人开特殊模式嘅。咁我要开特殊模式，你唔俾我开喎，依家系。哦，哦，唔黐线嘅咩？哦，即系要攞到嗰啲咁嘅咩龙之秘宝，先至可以同佢打交。咁啊，强制系要变门锁咩噶？即系强制要我拆嘅啫喎，咁傻嘅咩？我真系唔觉得要我拆喺开放下次故事前，仲要攞30个龙之秘宝。唉，见到头痛。咩意思啊？呢个灵魂结晶换嗰个咩啊？试下先。哦，可以咁样样噶，试下先。我唔好明佢呢样嘢。我要特殊模式。我有特殊，开咗特殊模式咯。喂！喂！冲啊！哎呀！哇，咁多血噶！哇，咁多血噶喂！喂，冇得，唔系有得开咩嘅咩？打佢喂！打佢吧！喂，走！喂，咁多嘅喂！
工作各位。哇，工作各位，哇！哇！哇！开除所有负责人。喂，问题是喂，咁你唔系好得咩嘅咩？我唔系好明喎，呢个设计。咁我揿呢个特殊模式，系啊，咁样样啊，哦，试下先。探求宝珠，试下先啊，特殊模式。唔好明呢样嘢喎，哦，咁样就鼓励拆拆拆噶噃，哦，睇下先啊，哇，仲死咁只，呀，你妈，仲死死死死死死死！炸炸炸炸！哇，型啊，正啊！喂，走先！哇！やばそうだよ。哦，走先！哇！住！仲死？我的机子哦！喂，走先！走先！啊，玩一个玩，擦！哦，换个咩好啊？唔要呢个魔力全语啦，睇下有咩先。诶，呢个好冇啊？呢个都试下猛毒，唔得喎，近战嚟噶呢个。睇下先，哇，网游咁，哇，哇，救命！哇，两刀就死咗，黐孖筋。有冇啲加魔法噶？猛毒冇乜用，我当都。Rush！ 光之鼻啊，唔该，嚟啦咩？仲死咁住，我全副武装。死！就一集嘅。死！喂，一路射，你搞掂啦！好啊，佢死佢。走先，拜拜，唔该。死啊！唔该。走！
俺が何とかする。好，死你！帮我打死五十几个敌人，点搞啊？我谂紧呢样嘢。哇哇哇！咁多噶嘛？哎，死啊你！哇！快点，快！哎，妈麻拉到！哦，我啲魔法真系唔够伤喎。啊，多血到！快点快点，打死佢打死佢！正啊！死啊死啊死啊！走先走先走先，快走先！哎，死啊你！拜拜，一拳干！啊！哇！走走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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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走走先走先走先，哇哇哇，咁多噶嘛，哇咁多噶嘛，咁多噶，走走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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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黐线，走走先走先走先走走先，你妈，哎死啊，拜拜，我插，哇妈打咁多人喎，黐线，啲前门武器嗰个会斩走，啊妈攞啲冰冻死吧仆街，仲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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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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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攞命！油断せずに行こう。ここからだ。行けるぞ。行けるぜ。この野郎。うん、せいやでよ、せいやでよ。この野郎。入れろ。入りなれ。入りなれ。入りなれ。燃え尽きろ。バイバイ。バイバイな、むかい。終わりだ。哎，拜拜啊，唔该，核突咯，妈五十一个啊，点打？我打条铁啦。哇，核突，报警。喂，我急屎啊！而家，哇唔系啊！走走先，走先，走先。哇！核突，核突，核突，核突！我打佢唔痛，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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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唔打？打拜拜，算啦，死咗佢算啦。
急屎啊！主要系，哇，点打呢度？饿死！哇，一嘢就死喎，黐线！唉，以前乜？